我是晨晨。最近啊，通过了解，我们农村的离婚率啊越来越高了。那到底是什么造成农村的离婚率越来越高呢？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。来，贾刘几个孩子？两个，一男一女还是？不是，两男。两个男的，那很幸福哟，家里都一样了，都要开心的。是，那多好。是。就是咱随着就是说经济越来越好了嘛，对，赚钱越来越多了。就是现在是金钱社会，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这个赚人子都在钱身上，是这个离婚率高。你说人家能挣，人家能他妈的，他也想比也厉害。嗯，你问题是你自己个人去挣的，那才行的。是，就随着咱近些的年，农村的离婚率也越来越高了，以前都是，就是怎么着，都是欠的。嗯，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跟那个什么不一样。现在也是，以前的人跟现在的也是生活习惯不一样了，也不一样。你想想，随着自己的性格也不一样，就容易一点啥事，以前人感觉忍忍就过去了，现在人就不行，造成就得离婚就闹架，闹架吵啊，你跟老的不好也不是，两个人在一块吵架也。通过刚才的采访，我们了解到，为什么说现在农村的离婚率越来越高，主要是因为啊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我们赚的钱越来越多，金钱的诱惑越来越大，然后就是啊，我们婆媳之间的矛盾升级的问题，我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困难，他们呀代沟越来越大，你是怎么样看的呢？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。